停一句一，翻转新嘉义。立停一句一，翻转新嘉义。立停一句一，翻转新嘉义。宣布，但是这一次一场延长赛，啊，因为嘉义的这个市长选举啊，啊，有一个候选，因为不幸意外，所以往后延了这个几天，几周，12月18号礼拜天，12月18礼拜天，啊，这是一场延长赛，但是也是民进党在经历126这场选举的挫败之后再起的第一战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地面党团全部站出来力挺我们的前书记长。干事长李俊毅来参选，我们有信心会赢得最后的胜利。那一开始，我们先邀请我们总召柯建铭总召为我们支持。哎，我们李俊毅市长，我们所有党团成员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选举最后10天，李俊毅回到我们党团来，这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所以李俊毅在那个地方和我们并肩作战，我们对他的战力、对他的整个能力非常有信心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了解，还有而且我们有信心，921最后没有完成的这一战，一定会用合救顶狼队来做据点啊。我们的信心来自什么地方？第一个，我们来自李俊毅为过去他的个人能力。他当过2届立法委员，也当过干事长，当过书记长，以前也是总统府宪改小组召集人，总统府副秘书长。他的能力、个人能力以及破坏力以及执行力都是一流的。尤其我常常想到过去当干事长的时候，代表党团在议会发言，辩才无碍，往往是一锤定音。发挥最重要大的影响力。那我们知道李俊毅委员，他整个的战略思维以及民主思维，尤其在宪政和民主发展上，他一直是我们党团的导师、领航者。